求他那个电厂。那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保持病。首先，高斯定理，你们都知道说 ，E 发生 T S 是等于 E 乘以零分之 Q， 这是你们在求高斯定理的情况。那在这里面的部分，它的物理意义非常重要的，在这一项里面 ，E 发生 T S 的部分。其实所对应的就是一个 electric flux 的部分。好的，换句话说，我现在要去算的这整个部分，把它积分起来的。所对应的部分的话呢，要去算的是什么？算的是我对这个 surface， 这个 surface 是一个桃形的 surface， 对这个桃形 surface 里面 total 的 flux。那因为我们的面积都是以毫万。来做面积的方向，所以我们讲说它是凹过这个部分。OK， 那你现在你计算的是一个 total 的 electric flux， 是相当于是等于是多少呢？右边的式子告诉我们说，这个部分告诉你的是跟这个 surface 里面所包围的。charge Q 有关系，然后再除上一熊，这是在 free charge space 里面我们看到的。它是除一小的部分。它反过来，我们要再接着去探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这个 surface， 这个薄心 surface，OK， 也就是这个 S， 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说它不一定是真的一个存在，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心灵的 surface， 我们把它叫做高心 surface。这是一个高心 surface。平常呢，并不一定是真的有那个 surface 存在在这个地方。OK， 好，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存在。换句话说，我只要知道电荷的分布的时候，那这个电荷分布在哪里，我随便找一个 surface 出来，我一定要满足高斯定理。那被高斯定理本身它是一定要满足，但是对我们去应用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有其困难点的情况之下，因为它是一个二度空间的积分，你要对 surface 积分。 OK， 所以假设我如果要用
告诉病的话，要用让它好用，那我们必须去把这个告诉病的 service 把它取成一个对称的 surface。对我们来讲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积分去把它简化。这是我们的目的。OK。那我们的目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想要做的是这两件事情的话，那接着我们就依照这个结果来看看我们要简化这个surface 的积分的部分的话呢，常常会做的是什么？我说所谓的对称的高斯面，这个对称这个字眼的话，对这个 charge， 你的 charge 是怎么分布？你的对称的高斯面就是针对你的 charge 的分布来看待的。 charge 的分布它其实就影响了你的电场的分布。换句话说，你现在要找的这个面是要分对这个电场的分布，它是一个对称的面来去找它的。所以很容易的，你可能看到的你的对称面完全是跟你的 charge 的 distribution 有关系。假设我的 charge 分布是一个球对称的分布，这是这时候呢，你会去假设的这个 charge 的分布所引起的电场，你现在你的 charge 是球分布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针对这个球来讲的分布，四面八方跟它距离相同的位置，它其实它的角色地位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会知道说它的电场的分布距离它等这个 R 的位置的时候，这些通通是一样的电场的大小，电场的大小一定要一样。换句话说，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会取一个高心 surface 呢，是一个同心的球，OK，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希望这个 charge 这个分布呢，我跟它的
球心是一样的，这个高心 surface，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OK， 好，那在这上面的各点的电场 ，OK， 它的大小是一样的。那方向是什么方向呢？你会看到的一个有趣的部分是，它的方向一定是镜像朝外而已。为什么我说它的方向一定是镜像朝外？因为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一定把球坐标系统引进来。当你引进来球坐标系统的时候，你要考量的是三个方向的 component， 对不对？那你现在你想，你有没有可能是西塔方向的 component 的电场会存在？一定不会，因为如果你有西塔方向的 component 的话，那你有可能的是在这个球面上面你是哪一个西塔 ？OK，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西塔方向已经不存在。同样的部分，纬度的部分的 phi 也会不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它只有很单纯的是 r 的 component， 这是第一个部分。你现在看到，如果你是这个球对称的时候，那你会看到的一个情况。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呢，你的 charge 分布 ，OK， 是一个圆柱形的对称的分布。那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的 charge， OK， 那这个 charge 呢？它是一个圆柱形对称分布的 charge， 它可能是这个 charge 并可能不是 uniform， 它可能是跟 r 值有关系，里面可能比较多电荷，外面比较少，那没关系，反正它就是圆柱形分布。那如果是圆柱形分布的时候，你这时候你要去求你要取的高斯面，你会想到的是拿球坐标来做吗？应该不会的，因为为什么球坐标来做的时候，你自己会发现的就是说你要取的半径的时候每一点都是不同的，增加你的 surface 的积分的困扰。 OK， 那最简单的方式的话，当然一定是我是去取一个圆柱形分布的高心 surface 来做我的这个问题。那同样的部分，你取的圆柱体，你虽然是取的圆柱体，那虽然你取的是圆柱体，你可能是取这样子，也有可能是取这样子。OK， 但是取上面这个圆柱体的话，它是它的轴心是跟你的 charge 的分布的对称是同一个轴心，这个底下的这个圆柱体呢？却不是同一个轴心哦 ，OK， 啊，那蓝色的这个圆柱体跟这个黄色的这个高斯面的话有什么不同？你在做这上面的积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半径不同，对不对？所以取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增加自己困扰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面我们要取的
期待的是一个，它是一个同轴心的圆柱体。OK，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我说我取一个球，但是我取的是这样子的球，球面对我没有帮助。你要取一个你跟它是同心的球，你才对你有帮助。那你知道你要取的是这样子的高斯面，对你有帮助。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高斯面上面，一二三，你有三个高斯面，对这三个高斯面上面的话，第二个高斯面上面所有的位置，这个面上跟这个 charge 的 distribution 通通是什么？有一样的 symmetry。OK， 好，所以你到这个球心的任何一个点，这个每一个位置到这个跟这个 charge 之间，球面上的任何一个点跟 charge 的方位是什么，都是同等的。所以你看到在这上面的一样，你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它是 constant。 OK， 在这个面上面的一，它是一个 constant。 换句话说，每一点它的电场都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取这个圆柱形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讨论。好 ，OK， 我们就直接讨论好了，然后我们再讲这个其他的平面的 plane 的 symmetry 的情况。这里讲完好了，免得你们。那第三种，我们还有一个是 planned symmetry。那 planned symmetry 的时候的话呢，基本上面你要取的高斯面的部分，你是可能是一个盒子 ，OK？ 那这个盒子呢？可以是圆柱形的，也是可能是一个这个方形的盒子。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针对我们的问题我们来探讨。好，那你现在你知道你的高清 surface 大概的取法以后，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 light charge，OK， 那这个 light charge 呢是 infinity 的 light charge。 OK， 那非常 uniform， 那我们说它是 lambda l， OK， 那所位在的位置，你把你的坐标画出来的话，那它是在 z 轴上面。
OK， 好，那你现在你看到了。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已经算过它外界的一点的电场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就针对这个问题 ，OK，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电场利用高斯定理要怎么去求它。简单的，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要取的一个同轴的 surface。这个 surface 就是我们的高心 surface。OK， 那你这个同轴的 surface， 你一旦取出来以后，那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去 apply 我们的高心 law。首先有一个部分的话。这是你的这个左边的部分，左侧的部分的话，你是要针对你的 total 的 electrical flux 积分。那你要针对 electrical flux 积分的话，有三个面你必须要积起来。OK， 第一个面呢是一、二、三。这三个面你要积起来。那这三个面积分的话呢，对第一个面来讲的话 ，surface 的方向是哪个方向？朝 Z 的方向，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里面的 surface one， 这是 Z 坎。这里呢 ，surface two 呢，它是哪个方向 ？Y 方向，对不对？这个呢 ，surface three 呢？surface three 呢？是负的 Z 方向 ，OK。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电场，在这里面的电场，这三个电场我们考量一下，这是一个轴对称的。那既然是轴对称的，对这个整个空间而言，这个轴对称的电场。我们现在去考量，你对这整个空间而言，我针对同一个半径的方向来看，我的电场以球圆柱坐标系统来讲，它有可能是的方向就是 z 方向、y 方向跟 z 方向。好，那你现在你想，它有可能有 Z 方向的电场吗？你的 charge distribution 是 Z component， 有没有可能你的电场有 Z 方向的电场？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在某一点上面，它的电场有可能有 Z component 吗？记住了，现在这一个 die charge 是 infinity 的，有没有可能有 Z 的 component？ 啊？不可能，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有 Z 的 component？不可能，为什么？啊？有向上，有向下，每一个点对他来讲都是无穷大到正无穷大，对不对？所以 Z component 的电场是你已经被
你拿掉了。OK， 再来，你有没有可能是有 Y component 的电场？也不可能了，对不对？你的 Phi 跟 Phi 都有一样的什么几率是一样的，所以你现在只知道，你的电场本来你可以把它写成本来你是可以把电场分为三个 component， 结果这两个 component 就已经被你什么 rule out， 所以你知道说，在高斯面上面的电场一样，只可能是 rho component。好，既然你是只有 rho component 的部分的话，那电场 dot。ds 这个部分就等于零了。一 dot ds 它也等于零，所以你马上你看到的是，你从你的高斯定理里面，你只要去计算的是 dot ds， 然后 ds 呢，周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高斯面上面的积分已经变成非常简单，从二度二维的积分，你现在把向量的 dot 已经把它向量的部分处理掉了。那再来，在这个 surface 上面，因为你取的是一个 symmetry 的高斯面，所以一rho 是等于 constant， 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取一个 symmetry 的高斯面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时候你的二维积分，因为你取了这样的一个高斯面以后，你可以把这个一周的部分把它拿到积分号外面来了。当拿到积分号外面来的时候，我们对 ds 的积分就非常容易了，因为这个是就是什么，你高斯面的面积，那高斯面的面积是等于多少，就是二派你的半径 rho， 然后你的长度 l， OK， 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你的左视的部分的话，我们直接已经计算出来了。那又是我们看到右势是等于 e 小零分之 q， 这个 q 是代表的是什么？在高斯面里面的 charge， 所以基本上面高斯面里面的 charge， 我们知道我们的 charge density 是 rho l， 那你就把它积起来。啊，积多少呢？就是从这个长度 ，OK。换句话讲，这个就等于 lambda l 乘上 l。好，好，那我们看到一周二 i 周 l 就等于一乘零 lambda l
乘上 L 消掉，宇宙出来了，二派是凶难摆的，所以最后电场一向量放进来。这是我们 final 的结果。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要特别的强调，虽然我一再的强调每一年都一样，强调完了到你们考试的时候啊，大概有一半的同学他还是反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老师也就你做你的没有关系，反正我分数就照扣我的，就是，所以常常呢，有些同学说，为什么我会考不好？因为你该写的东西都没写出来。第一件事情，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绝对不是从这一步跳到这一步来的。这一步跳到这一步来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第一件事情你的高斯面是怎么取的？如果你不是取这样的高斯面，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吗？假设我的高斯面是这样取，我的高斯面是这样子取，全部通通不会得到这个结果，对不对？所以第一步你要告诉人家你的高斯面是怎么取的。OK， 你一定要告诉人家你的高斯面是怎么取。那有同学说，老师你并没有在黑板上写，我没写的东西还很多，我用嘴巴讲出来了，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没办法告诉人家你只有用写的。所以同学们，第一件事情，你的高心 surface 取在哪里，你一定要告诉人家，不然这个结果绝对跑不出来。 OK， 学物理的就是必须你把你的假设，你有什么假设才有什么结果，这个假设跟结果要紧紧抓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这些项为什么会等于零？也是因为你的高斯面是取了一个是什么？是一个同轴的这个面，你才会让这些项会等于零，因为一轴它是一个 constant 的部分。OK， 所以有很多同学他把这一个写出来以后，他就直接跳到这里来，这个是等于他吗？绝对不是的，他是有三项，有两项是什么？他没有 flux 的 outward flux 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 E.DS 电场 E 跟 DS 是什么？垂直的，所以只剩下这一项有值。那这项有值是因为你怎么样简化你的积分，是因为它是 constant。 OK， 所以整个最重要的东西环绕了这三个主轴，那这三个主轴如果没有写出来的时候，你绝对得不出这个结果来。我在这里还是强调，哈，这不要 lose 掉了。好，那第四个东西，最后的电场，所谓的电场，它是一个向量。
认真同学，到了最后电场是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你要把电场向量的东西把它取出来。那你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电场为什么只剩下 Rho 方向 5G 的 component 没有，这也是你必须要交代清楚的。好，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定理的运用上面你就必须要了解的。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好，可以开始上课了吗？好 OK，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个圆柱坐标的情况了，那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我们的那个平面对称的情况。那平面对称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 at infinity 的对，那这个还没讲这个之前的话，你们在下课的时候有几个同学来问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在一边再跟你们强调一下哈，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问题。我刚刚在讲这个拉差的时候，特别的强调，这是一个 infinity 的拉差。OK， 所以你的电场一。这两个部分是等于零的。对，还有同学说，看，其实你自己去想一下，回想我们在当时定义电场是什么，电场的定义是什么？一个 test charge 所受的力，我们说。它是等于这个 test charge 在该点所受的力，然后这个 test charge 呢是很小，我们定义它是电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力component的电场的时候，代表的是这个，如果你把一个 test charge 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这个机场功能的 force。 OK， 换句话说，你把这个差摆在这里，那它会沿着地轴走。如果有机场功能，那现在我就问一个问题了，对这一点来讲的话，这里沿地轴走跟沿护地轴走是不是一样的机率？因为它是 infinity 的 charge distribution， 所以它既不可能沿正力轴，也不可能沿护力轴。因为在这个点上面，沿正力轴走也不会沿护力轴走。对 ，OK， 所以它选择的是它不沿力轴走，所以它是等于。反过来，如果这个 charge 不是 infinity， 是一个。有限长度的，那它的力场功能还会不会等于零？不会了，因为对这一点来讲，它不是 symmetry 力场功能的，所以它可能就有力场功能的差异distribution。它可能就有力场功能的 electrical field。好，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时候还可以用高斯定理来算这个问题。我说可以，高斯定理一定是永远满足的。但是对你没好处，因为什么？因为
它是二维的积分，因为现在你要积三个 component， 又要积二维的积分，你要做的积分太多了，这时候你必须要回归来你的 chart，就是四它一九零，然后 r 平方分之 q r component 去积起来的。OK， 这只是有什么？就是一维的积分而已。OK， 这样了解吗？好，同样的 y component， 一样的。如果你是在高平面上，它是 symmetry 的情况之下，那你往负y跟正y是一样的。假设我现在做的高斯面不是对称的高斯面的话，在这里的y会不会太等于？不会了。OK， 因为在这里面，在这个面上面，这里的y跟这里的y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刚刚的问题里面看到，所以在这边一样的，我在这里，我们说对于一个 charge， 啊，是一个面电荷分布的 charge 的话，那我们一样的是，我们假设这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面，那这个面呢？OK， 它是在这些，我们说它是在 SY 平面上面，好，它是一个 infinity 的 plane charge 的部分。那这个面它 charge density 啊，我现在先用一个 uniform 的 charge density。那我们说它是 sigma， 那 charge 在这里分布是均匀分布的 sigma。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同样的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讲的话，那你要去做你的这个啊高斯定理，要来求电场的时候，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个 plan 来讲，我高斯面有好几种取法，但是基本上面我期待的是我要简化我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高斯面 OK 这边还是虚线，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上下取一个盒子一样，然后上下呢是等距离，距离上下等距离。那在我做这个高斯面的时候，为什么要上下等距离？我也可以把这个盒子取成是这个样子啊。我也可以取成是这样子。那我现在是以取成它是上下等距离，啊，为什么要取上下等距离？因为我希望我在积分的时候，上面跟下面它的电场是什么一样的 ，OK， 减少我的积分。那同样的情况，在我做判断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我要去取一个 box， 这个 box 是方形的还是要一个圆柱形的？你也可以去取一个圆柱形的，也可以取一个方形的。那唯一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我如果取了方形的话，我必须做六个面的积分；我取圆柱形的话，我只要做三个面的积分。OK， 因为圆柱形的话，这是 surface 上下。那就三个面的积分。那
我必须再去判断一下，就是说，如果我的高斯面，我再取圆柱形的话，中间这个面只有一个面的积分，会不会对我造成什么困扰？基本上面的话，这是一个无穷长的面，对这个积分和我对四面八方的面的积分，它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面是对它来讲都是无穷宽广的 ，OK， 所以我取了，当我取了这个是圆柱体的高斯面以外，那这个圆柱体的高斯面。我们说它是有三个，那我们可以把整个高斯定理，我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对底 S 来讲，它这个面来讲的话，这个 surface 是 Z component， 然后对，如果为了把这个坐标轴更详细的话，我就直接把我们的坐标放在这个高斯面的中心。避免你，OK， 因为你的坐标轴在哪个位置已经都没关系了，因为这是一个无穷宽广的面 ，OK。好，那我们现在第二个面来讲的话，比 S2。它是 rho 朝外的，那 ds3 呢？它是负极方向，这是三个 component 的这个 surface。那接着。我们必须要再来探讨的就是我们的电场。电场的部分在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对这个 surface 来讲，一个 charge 放在这个 surface 上面，过上面一点，过下面一点，它会沿着 x 方向过 y 方向来跑吗？会不会？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对他来讲，沿哪个方向跑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这是无穷宽广的面，你沿哪里跑，对他来讲，他的这个SY 平面的 component， 你沿 SY 的方向跑，都是什么几率都一样的。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你的电场啊，我即使我用 X 轴、Y 轴或 Z 轴这样的分量的话，它还是零，或者我把它写成 y1z， 这个是零，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这个部分你能够接受，
现在你就看到了我们的高斯定理的积分，左边的积分的部分 E.ds 的部分 E.ds， 因为 E.ds1 第一个它是 G component，然后第二个 EG dot DS2， DS2 是 raw component， EG dot DS3 它是 G component， 那你看到它是等于零了。那一跟二的部分是 EG 跟 DS， 再加上 EG DS 是负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这是第一个平面跟第二个平，第三个平面上。你现在看，我们已经很单纯的知道我们的电场一它是 G component， 那它只有 G 方向而已，所以第一个平面、第二个平面、第三个平面，第二个你已经都不管它了。那这是 DS1， 这是 DS3，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电场一的部分。电场一是 G component，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假设在这个 G 大于零的位置，它的电场是正 G component 的话，那在 G 小于零的是不是要负 G component， 对不对？因为它基本上面它是对称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我要把它分成两个 EG OK 的 G 卡，G 大于零，那 G 小于零呢，我知道它要负 EG G 卡。在这里你看到为什么我必须说我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对称的，因为我这里的 EG 啊，我可以在这两个面上面只是方向不同，但是我希望它大小是什么一样，我可以简化我的积分。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这边有一个负号你就要进来的，这个就是正的。那我们说这两个 EG， 一个大于零跟小于零的，它其实它都是 constant， 换句话说你的 EG 啊，现在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surface 上面它是 constant， 我就把它提到外面，然后在这个 surface 上面也是 constant， 你也把它提到外面，就两倍的 E0 OK， 这面积就是 A，这整个面积是，那高斯定理的左式，
我们现在是一个均匀的，那你体 A 就等于西格玛是等于一个均匀值，把它提到外面来，对体 A 的积分就等于1/0 西格玛，会走势一零 A 就等于右势 AA 消掉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1092/0.4，所以在我们的高斯定理得出来的结果，2/0 西格玛日卡托纳，负2/0 西格玛日卡托纳，或日大一点跟日小，就出来了。所以虽然我们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电场一。是跟位置没有关系，它是一个均匀的电场，但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把它这个对称来讲的话，在这个地方的积分你就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就把10把它拿出来。 OK， 因为你那时候你不知道在这个面上面的10跟这个面上面的10是不是相同的，这样了解吗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高斯面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高斯面，不是对称的话，那在这里你就会变成101/102，就不会得到两倍的10A 了。OK， 这了解了。OK， 好，有没有问题？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在基本上面我们做的高斯面的时候，为了你转化方便，你去做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到最后我们得出来的结果，我们的一是跟我们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非常 clear 的。那也就是这个面，我们如果从侧面来看的话，它的电场是一个均匀的电场 ，OK， 10，这是四克嘛 ，OK， 那这10就2/0/4，它的大小，它四面八方的电场。好，到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在取高斯面的时候，我们所必须要注意的。你一定要针对你的 charge 的这个对称性去取你要什么样的 box， 好 ，OK， 好。那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球的这个高斯面的取法。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我们说我们一个球，
那对这个球来讲，它的半径是 V。 那我们说针对这个球，它的 charge 的分布里面的话呢，当 R 大于零小于 V 这个范围里面呢，它是负的周零。 OK， 分布在这里面。好，当 R 大于 V 以后，它是等于零。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场，那你现在这是一个 Boolean charge density， 它沿着 R 啊关系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来探讨要求我们的电场一。那一样的情况，你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看我们的 R 大于零，我看小于 V 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的电场是怎样。那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你的高斯面，因为你是球对称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取我们的高斯面还是一个球。那这个球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我们一定是要有一个同心球。你没有取同心球的话，你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同心球的高斯面。好，好，那你这样取了以后，我们接着我们来看，我说对高斯定理而言，电场一 dot ds 它是面积是 R 的 component。 好，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就变成 ER， 这样写好，在这里的电场一是不是 ER 的 R 方向，一西塔的西塔方向跟一 phi 的 phi 方向，因为你现在用球坐标了，所以 surface 呢只有 R 的 component。 首先你 dot 以后，这一定是 ER OK 的 ds， 因为只有 R 的 component 跟它 dot。 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component， 一西塔跟一 phi 对这个 surface 上面的 S1 surface 这两个一样的是等于零。为什么等于零？同样的位道理， charge 在这个位置上面，它会不会沿着西塔沿着 phi 走？不会，因为对它对这个 charge 来讲，它沿着西塔走跟沿着 phi 走，它正 phi 与负 phi 都是一样的几率，正西塔跟负西塔都是一样的几率。那你基本上你只要去积它 ER 的部分，那这个 ER 呢，在这个 surface 上面它是一个球对称，
所以 ER 本身是一个 constant， 你要把它提到外面来，对，因为 ER 是 constant。那我们看到它是4πr 平方对这个整个 surface 的积分。那同样的情况，高斯定理的左式 total 的 Q 的部分， Q 我们 charge 在里面是负的 ρ0， 那它多少呢？你要对balance积分。那这个 charge 等于多少？Epsilon 分之一负周零，你把它提到外面来，那是balance是3/4 pi r 的3次方，这是你对这个 surface 万里面所对应的balance而言。OK， 所以我们很快的知道了，在 R 小于 B 的范围里面，我们说在 R 大于零小于 B 的范围里面，左式是等于 R 1R 乘以4πr 平方是等于 Epsilon 分之一的负 ρ0 乘上3/4πr 的3次方。那你看到了电场 1R 的 component， 把它移项过来是消掉了，它就等于3Epsilon 0，然后这边已经 R 消掉一个了，负 ρ 零，然后等一下，乘上 R，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你的电场一就变成3Epsilon负周率的 R。 好，那这是第一个。那 region 到大于 B 的时候的，那大于 B 的时候，你的高斯面你就要取在这个同心圆是包在，把这个整个 charge distribution 包起来，我们说这是 surface 2， OK， 好，那你的高斯 surface S2， OK， 要睡觉的同学，你们真的会了吗？睡觉的同学，请起来好吗 ？OK， 那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说 E dot ds， 你现在是 surface 2。那请问一下，这里的电场一是在哪个方向？嗯？电场的方向？为什么？啊？
为什么？这里的电场，西塔跟 Y 方向都等于零吗？等于零。如果我的高斯面不这么做呢？那西塔跟 Y 会不会等于零？不会。OK， 这是重点，就是你在 Surface 2上面，你才是它等于零。OK。所以基本上面我们看到了这里面的 ER DS， 因为你的 DS 也是一样的 R component。 好好，在这里面 ER 它又是什么？电子R 等于 constant 的时候，所以我们把它提到 G 分号外面。那你现在你看到，把它提到 G 分号外面 ，1R 是派 R 平方。同样的情况，在这里。的 charge， 也就是高斯定律的 charge 的部分，只不过我们现在的这边的积分是什么？我们是 boron 外，现在你必须要积到哪里的？一小零分之一，负周零 ，di boron，boron 是什么？整个球而已 ，r 小于等于 v 的方的 boron。那我们看到了，我们把负周零把它提到积分号外面，这积出来是三分之四派 v 的三次方，这是你的 total 的 charge。 换句话说，你现在很简单的，你的 ER 是派 r 平方乘上一小零分之周零乘上三分之四派 v 的三次方，那四拍 ，OK， 所以 ER 现在是等于三一小零负周零的 R 平方分之 B 三次方。我们把向量放进来，就得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的电场，你看到了这个电场的话，在电场的大小，当它 R 小于 V 这个范围里头的时候，它是什么？它是随着 R 值在增加的。然后当它 R 大于 V 以后，它是 R 平方在 exponential decay。 OK，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个情况。好，那我们电场在 R 小 V， 这是 linear 的。那这呢是 R 平方分之 V 的。在这里，这个值是多少？这就是四派一选五周零，然后乘上，当 R 等于V 的时候 ，V 平方就刚好是跟这个值是一样的，三一小零，然后负乘上 V， 这是它的大小。
在这里的字把它写出来，就是这个字。好，它的值的大小。好，没有问题。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我们这两堂课把高师弟已经很清楚的交代了。后续的部分的话就是你已经了解高师弟以后，那我们就接着。你已经知道电场怎么求，那这个我们就要看电位是怎么求。知道电场要怎么求电位，这是我们后面。再来呢，知道电位怎么求电场。那电场怎么求？那电场怎么求？在这里面我们都是知道洽取的分布怎么求电场。那同样的，知道洽取的分布怎么求电位，也是另外一件。好，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后面接着我们要探讨。好，到这里没有问题。好，到这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下。那没有问题，我们就下。